请各航船注意。护航警2023年4-5B，杭州湾，5月21日，马来西亚职业化天然气船，蓝宝石公主一号轮 ，CUTERIMILSSGU， 长276米，宽44米，出口临阳东液化天然气码头，13点临阳商业化天然气码头。14:15坐 Y5 登船，15:30坐黄泽洋登船，现时全程实行交通管制单程通航，请各航船注意。